保护僵尸人人有责，我是小蛙。听上去好像很牛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也就是玉米导弹掉下来的时间变慢了，是奇妙无比。当然我这个战法还是很合理的，后方是能源生产中心，一路大蒜前锋，一夫当关，保护着后面的巡航导弹发射系统，一派告江湖立在前方，在之前还有土豆地雷掩护。这个警长他是干嘛的呀？这就是你不懂啦，小鬼头。警长花在贝塔版可不是产金币的，而是会随机产出各种植物的，要不然一直这样也太无聊了嘛。OK， 我的阵容终于成型啦。一说一，虽然玉米掉下来的慢，但搭配上三叶草拦截系统，这一轮轮轰炸还是很得劲的。说不定啊，小姐以后还有当导弹指挥官的潜力。